跟花怎么样？别总想着别技巧，这活谁有岁数，再牛逼的技术，无非也就两个点：腰疼。 给大家看一看啊，五百一天的师傅是怎么样的？看一下他的水平怎么样？他的做工方面是非常到位的，细节方面是处理的相当到位的。看一下他的手感就能看出。 到完，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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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